又来三桶，家里面三桶喝完了，桶装零蔗糖酸奶，一桶是760克，它的质地属于不稠也不稀那种。这个我是收到在外面放了一夜，因为现在天气冷嘛，没有放冰箱，它是没有到那种很浓稠的状态。如果你在冰箱里再放上个一夜的话，它会更加的浓稠一些。身材管理的、健身的，你就配个这种烘焙燕麦片，它就是一餐代餐，而且是零蔗糖的，还特别适合就家里面不能够吃代糖酸奶的老人呐、或者说你身材管理呀，你不想吃代糖酸奶的，都可以来这个。我这个燕麦片还带巧克力，老好吃了。像这个国标酸奶的生牛乳要求是大于等于80%的生牛乳，这一款的生牛乳添加量大于等于96%。身材管理的，就你晚上你就倒点这个酸奶，倒点燕麦片，饱腹感也强，就可以带一餐，蛋白质还高，酸奶对肠道也好，老人小孩包括我们所有人群都可以喝。线下超市17.9元，咱们三大瓶39.9元。